等等，在找什么了？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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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，好了，Go。嗯，我掉呢。滚滚滚！哎，你要去哪里？走。好了，吴心怡，最后一格，我帮你打。不要啦，因为你的手会很痛啊。给我打。等一下，要最后一个，你希望抽到什么？你跟我讲。你希望抽到手表吗？打到。最后一个是谁的？是海绵宝宝。还有派大星，那你希望抽到什么？我打一下好吗？你希望抽到什么？我打开。知道了好吗？你可以轻轻的吗？好。哦。什么都没有过哦，第一次抽到。哇，这个是尿布啊。这个是什么玩具？这是礼物啊。啊？这是我的。是这个。这个是垃圾玩具。没有了。拼图玩具。没有。Puzzle game。你看没有了。哇。全部被你打光光的。对呀、啊。哇，这样子420块。打。总共这些玩具也不过才可能100块就有了吧。打。好，好，你把我这个拿去地上，我们现在来排玩具了。排什么玩具？玩具大排队，有一个口水风扇，那有一个很会跳的老鼠。还有一台跑得很快的飞机，那还有一个这个什么脚变这样，这个是机器人，机器人，好，机器人，那还有第二台飞机，对啊，还有这个铃铃铃，两个声音不一样哎，然后前面还有。三个哨子还可以铃铃铃，然后这个是垃圾，可以这样嗲嗲嗲的垃圾，然后这个是打到手会很痛，还有个 LED 灯，然后还有一个啪啪啪，然后还有一支水枪，变变变，我心意变变变，这个水枪。可以拿回去洗澡的时候玩。爸爸还有这个。对，还有一个这个 Ben 10的妖怪手表。对，你忘记了吗？对呀、啊，然后还有一来 Ben 10的眼镜，你戴一下。快点啊！好，给我。你戴一个 Ben 10的眼镜，哇塞，超帅的。可是。等一下哦，还有一个这个。这个纸，我帮你照相一下。这个眼镜。然后还有一个这一个，那还有一个这个贴纸，哇塞，还有一个忍者积木，这么多。忍者积木，耶！全部抽奖大玩大成功。对。这里就是全部的玩具了，加起来应该是不会超过150块，可是要卖420块，大家赶快去买吧。